经常吃广州的小吃吗？不喜欢。那你喜欢吃广州的小吃吗？喜欢吃广州的小吃。不喜欢。漂亮。然后今天是700万粉丝福利，然后因为每次的福利我们都是只给粉丝们做福利，那么我们觉得今天的700万粉丝福利我们要一起来做这个福利，所以我们就买了很多广州的小吃。千玺要猜一下哪些小吃是你认识的。所以我要做的工作就是一个一个猜它叫什么名。对，然后你猜中了才能吃，你猜中了是胖虎吃。这里边什么呀？薄脆虾仁，粉红脆虾仁，那不就是包子吗？奶黄包烧麦吗？这是我可以吃的。对，这些也可以吃的。我不想吃。鸡块？不是。锅烤肉？不是。蒜香生排骨。排骨？那跟锅烤肉差不多吗？你们家双皮奶这样？我的妈呀！请问这个什么设计？巨像向天哥。还没有吃饱哎。这是什么呀？小智。